到女神，你会想到谁？对。好，那你捆绑。提到男神，你会想到谁？谁捆绑？为什么要笑？好乖。太有憧憬了。拍照最爱摆的 pose 是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洗脸。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，睡觉。觉得自己哪时候最美？开心的时候。那觉得自己哪时候最不美？不开心的时候。看到讨厌的人走过来，会躲开。看到喜欢的人走过来，会对他笑。去 KTV 最爱唱的歌，放手。要唱一下吗？再次跟主唱一起。最喜欢的食物，梅子。最讨厌的食物，榴莲。最常被经纪人念的是宝贝。什么样的人是你心目中的王子？善良、轻松又有爱的人，就是王子。地球在转。